来到台湾的欢喜迅速感染现场的每一个人。墨西哥本土志工参加高雄电子书读书会，透过视讯和全球分享感动。Y ser voluntario de Suchi es lo que nos mueve, lo que nos da gustosamente pertenecer, estar y ser un miembro más de la familia Suchi. I thank Suchi for helping us learn patience and other things to slowly change who we are so we can help change the world again. 去年墨西哥强震，慈济志工踏上破碎的土地进行看灾发放，在国情不同、语言不通的情况下，用真诚和爱带出一批又一批的本土志工，完成了10000多户的发放。一位志工一位志工，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慈济哈。那我们带了什么样的心来，那他们自然会去带动更多的人，把上人的法、慈济的精神理念要传扬给他们，所以今天才有这么多的本土志工。其实今天来的是10多位啊，但是我们能够加入这个志工行列的100-200位了。大声唱着美丽的天空，这是墨西哥志工对花莲乡亲传递的祝福，感同身受，让爱的种子萌芽。他们回来台湾取经，希望慈济精神也能在墨西哥延续。大爱新闻潘宇珍、郑瑞平高雄报道。